来看学生今仔学习，国际学校停课无停学一个月了。啊，这专家明代表今仔出席国民党的相关的线上记者会，讲有两成这中小学的囡仔需要特别指导。啊，讲有那看到一挂这老师甲家长无啊沟通无啥好势，啊，讲这有那影响到囡仔学习的效果。地方政府教育平台 Google Meet， 甚至是商业直播网站，停课无停学以来，老师伫咧无同的平台顽固教学，对真济无熟悉线顶教学，又搁爱伫咧边啊协助的小学家长来讲是真烦恼。甚至网络频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，都必须要帮忙解决，所以家长马上变成一个网络或者是电脑的专家吼。可以在這裡看到孩子學習的態度是真不錯，但是孩子有問題，自己也不一定可以回答。專家明調查有兩成中小孩孩子需要特別的指導。台灣教育人員產業工會指出，教育部和地方教育局確實提供平板和載具給需要的家庭和孩子，但是到現在為止看到線上學習不只是都市和增加的差距，是所謂的落差。即使平常在學校直接实际的 face to face 的课程中，我们都会有所谓的弱势学习者，那就更遑论现在线上教学的时候，就会产生所谓的数位落差。线上学习的效果本来就无比实体教学好，转弯久了啊，就算同一个班级，家长所谓的程度、厝内底所谓的设备甲资源，拢影响学习效果，造成差距。杨宜芳讲，恢复上课了后，补课甲补救教学一定需要，政府应该较早来编预算，增加老师营运。记者陈志明台北报道。